镇政府，你去医院出院，你最起码得跟我打声招呼你呀。你看你这人，你说话你就有毛病。你说我也不认识你，我要招呼你不属于跟你聊天吗？再说那门口牌不写的呢吗？啥呀？你不认识字啊？啥字啊？那不写的非机动车辆禁止入内。那你是不懂车呀是咋的呀？不是人力车吗？这不属于。不是你这人还挺能对付呢。不是你是干啥的呀？我是干啥？我上那我找齐镇长啊，怎么的？不是你认识他呀？为什么我？他大姨子跟我说过话呀。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啊，你认识齐镇长他大姨子，这大院你就随便进。你要认识主持人大长脸，电视台你还随便进呗？那你看你这人，你不抬杠呢吗？你去把车摆那边，摆好啊。啊，那个我问一下，那个我把车摆好就能看着齐镇长啊？那是人家领导的事儿，我说了算呐。那你激动啥呀？人不激动，有病！你说你这人，哎呀！你这毛毛愣愣的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你不找齐镇长去了吗？你看，你刚才你不让我上找齐镇长把车摆呢吗？完我不没带锁吗？我寻思你帮我看一下子。不是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是谁呀？还让我给你看个专车？那你不是看自行车的吗？我是门卫，我是给你看车的。再者说了，我都跟你说八遍了。齐镇长这么晚了他不能来了，不能来了。你说你可得好，这推老自行车搁这大院搜搜的，你说你逛我一天了，因为人都下班了，你说我还得锁大门，我还得看着你，我还怕你拿点东西啥的。你看你说，你说实话，你这不，我告诉你我还不惜来呢。我请你来呢？这不刘能给我逼来的吗？这不不是刘能是谁呀？刘能我亲戚呗。这个你别跟我说废话，什么流能流血的，赶紧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说话稍微能不能留一点点分寸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刚才你说这句话，让刘能听住了，一脚就给你定位，你信不信？是你给谁定位呢？你吓唬我呢？我在这大院待了半辈子了，还没有一个人敢动我呢。来，你动动我看看。来，你动动我。话也别那么说，站起来都三十多高，打起来你还不一定好使吧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四十多高。别吹了，顶多一边高呗。不是你拿我跟你比呢？怎么的？你说瞅你长得死样子，那嘴还一来一抽一抽的，你那是胎带的呢，还是搁这气谁呢？不是，地震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也是在你们大院，这要打你家当院，你说完这句话，我都撂倒你四回了，你信不信？那你长得好啊，小眼珠一瞪像京巴似的。不是你说谁像京巴？我小名叫腊肠。我这听你说话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出！那都走，出走就走吧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搁这打人是不是？搁这打人是不是？你搁这撞人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搁哎，再咬打人，再咬打人，再咬打人！搁当院都逛一天了，怎么的你？老袁，你想咋的？老袁，你动我来。你听，老袁，你听我说，我因为咱们闹笑，你犯不着找这么多人闹笑。我你想咋的？你说你想咋的？你说你想怎么的？来，你动，你动动我。